那不到吧？啊，那就到了吗？可以。啊？可以。我说真的，媳妇。啊。哎，这不能乱搞。可以。够快点了啊！够。走走走，肯定够快了。听你老公的。身体够上哪了？真可以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。啊，酒呢？我还以为说你搞豆腐呢，臭豆腐那个豆腐乳了。要不我来吧？那你现在是缺钱缺到疯了吗？那是，不，刚才都一次了，你刚才都搞了我是担心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女生就喝一下。上次去了吗？又给兄弟们加，又给兄弟们加了，我可以加了5000单啊！这个真的可以拍啊，兄弟们啊！老弟，我也不要多，我就2就行了，我就1，我给干了，行不行？啊，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啊！我5000我就给干了，那怎么样？5000我能买一套两套那个渔具了，啊？我喝了，哎，我喝了，不能喝，哎，不能喝酒的，对，没有喝啊，兄弟们，啊，你看那个地那个小草刚才把它倒到这个那个杯子里面去了，倒到杯子酒的杯子，对。不是你是想着要这钱，你跟我讲，我给你转给你就是。乖。这个，我就说，我给你怎么叫的？我吃个饭，我花了我8W。哎呦，我。这还有一点吧？资本哪有啊？还有一点，兄弟们，这个真的可以拍啊！这个你放到过年都可以，直接就放到过年，这个酒真的可以拍，好不好？把盐先拿来给兄弟们上一下来。你给那个小草搞点水给钱啊，要搞点水喝一下。给我兄弟拿点水。我喝水是因为给我兄弟拿点水，也是因为渴了啊。喝点水，牙线拿来，一定要喝点水，这不然那个是伤。兄弟们看，给兄弟上牙线啊，给钱。兄弟们看啊，牙线，这个啊，看啊，你们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一个牙线，7-8块，你大杨哥，你们他买牙线多少钱？兄弟们，我以前想象之前没造牙线的，我天天买了那一家啊，买多少钱？一盒7.5块，给钱，赚钱。一盒7.5块，嗯，赚钱，兄弟啊，看牙线啊，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那时候买的就是一盒7.5块，啊，停，别动啊，啊，可以这样踢，哎，可以有牙线，啊，啊，抠，把肉抠到这里面，我小时候我的牙为什么稀，就是我爸用牙线抠的，牙签，你看，大杨哥买7-8块钱一盒哦。今天小杨哥2盒，我以前啊，现在我们就对标那个做的4盒，就对标大杨哥买了7-8块钱一盒做的，对，200根多少钱？拍一个啊，兄弟们，就让你拍了之后，你才能知道我品质有多好，9块9上车。我前几次是不是说我们已经不生产了？因为工厂不愿意给我们生产，9块94盒真做不过来。生产了，工厂不愿意生产了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我不准备卖了，兄弟们？但是又给兄弟们生产了20万单给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也知道什么原因啊？我们是搭，我们硬搭进去，硬搭一点。哎，完了，篝火宝给你，篝火宝。他平常酒他就喝不过我。啊，那个转那个，啊，那个转不了了，我那个没了已经。我是不是有可以再多那么一啊？要不银行卡到你就行了。嗯，可以再多那么一或者二。烦死了！我的妈，这一去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能买好多个渔具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还有全不行的，五好像转不了吧？那也我你试一试，转不了，你试一试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五是限制，你密码就快说。哎呀转掉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转掉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给你们
乖乖，确认动了吧？哎呦，收款。哎呀，现在紧张啊！已经到我的零钱里面了。我的妈嘞！到我的零钱里面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这不能这么玩了，这么玩是玩当产。含泪赚五 W， 你就当产了。啊！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本来胃就坏了，现在马上把心脏也搞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划算了，不划算了啊！排骨拿来，摔着碗了，摔着碗了，你乖，看着他不心疼啊？我真看我真心疼啊！我弟这样，老刘把这肉拍了，要不再来一杯，你再转一杯。哎呀！好，上钱了啊！来，给兄弟们，哟，怎么回事啊？看看这个排猪排猪肋骨，瞅瞅，瞅瞅，哎，你见过这么好的黑猪肉？不是什么。平常买的猪肉，黑猪肉，我跟你说这黑猪肉啊！别你，看那个我心疼呐，黑猪肉，你怎么感觉这肉不好吃一样？我把这肉干了，我能不能再搞一玩一次？是这个肉不好吃吗？你为什么龇牙咧嘴的？别，龇牙咧嘴的干嘛？兄弟们啊，看看各个，你看啊，这个肉，你看，对吧？都是这个排骨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嗯，来，兄弟们看啊，就。今天三只羊网络就这个东西在三只羊网络卖了5000多单，就剩最后5000单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来拿过来。黑猪肉，你们现在去市场打开一个看一下，你们去看一下黑猪肉要多少钱？慢山跑就在山上跑的那种黑猪肉，跑山猪啊，跑山猪，来给兄弟们打开看看，看一下这个黑猪肉，看一下，给兄弟们看一下这个黑猪肉，来，为大家看一下啊，它是切出什么样，是什么样的，能让这个每一你打开一份，打不开呀、啊。你能不能打开？你能打开一份？来，看这个黑猪肉，兄弟，这个真的可以买啊！本来都已经，今天三只羊网络已经卖了5000单了，然后给兄弟们加了5000单，看看，黑猪肉啊，这是黑猪肉，啊、我们算一下黑猪肉蛋白，黑猪肉多少钱？多少钱一斤？三四十，哪有三四十？四五十。排骨，它是排骨，你看一下，兄弟，好 ，OK， 你们看一下这个部位，看这个部位，对吧？黑猪肉，兄弟看啊，直接上车啊，看好了啊，多少斤？4斤，来，2袋，再、啊、一袋啊，一袋里面有2袋4斤的黑猪肉，一共4斤啊，多少钱？149.9块两四斤，合下来这一斤多少？再给兄弟们来加一袋啊。一袋猪大猪筒骨，2斤也是黑猪，猪筒骨也是黑猪肉，这个真的可以买啊！多少钱？还是149.9块，5000单上车。一共6斤啊，兄弟们，6斤10万。还有什么游戏吗？可以赚钱的游戏？没有。哎、看那个愣牌切上车了，兄弟们，最后5000单。这个部位，这个真的可以买啊！这个真的是黑猪肉，兄弟们。就昨天在想个在三张网络直播间，他们主播就20000人卖都卖了几千单。你媳妇说这有没有游戏再来一次、啊、来个10万的。上车了吗？上车了啊，上车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猪肋排这个部位，149.9，上车了，上车了啊。你先想一想，过来了啊，黑猪肉4斤的猪什么骨？猪肋排4斤猪肋排，再给你加一个，再给你加一个2斤的猪筒骨，这是2斤、啊，都是黑猪，黑猪就是贵，兄弟们。是吧？这个日常尝真的非常好吃，这个日常卖40-50一斤。你看这个猪肉，兄弟们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嗨呀，看，你哪能吃了？反正每个都带骨头，这还搁猪肉啊？这个红烧啊，啊，炖也行啊，炖排骨。排骨炖冬瓜啊，都行啊，红烧也行啊，这个真的可以拍啊，给再给大家看多少啊，看每一块啊，每一块啊，都给你们切了一个非常好的部位啊，排骨，这是排骨，都是一根一根的，对吧？一根能切成一根一根的啊，不像我们有时候去菜市场买排骨，对吧？一根一根，它是什么？是一大根啊，给你分开。对吧？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大骨头包的，懂吗？上车了啊，兄弟们！坏蛋包赔啊！如果你收到肉坏了包赔的啊，坏蛋包赔，
那个是冷链发货，顺丰冷链、京东冷链啊，某东冷链啊，某东冷链。哎，这个。哎，我媳妇最爱小龙人，兄弟们，小龙人，从小吃到大的，从小的小龙人，这是安庆特产，安庆特产，真的，你看，从小吃到大的，巨好吃，我的海参真好吃，哎，不能说巨，不能不能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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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吃，小龙人奶糖，真的很好吃，来来来来，快来，真的好吃，来吃快，来来来来，来快快来来来。来给人里面有多少个？这个小孩里面有多少个？我跟你讲啊，小孩子不能吃多了。里面有多少个？120粒啊，约等于120粒，约等于120个。兄弟，小龙人，一袋有120个小龙人奶糖，真的特别浓。我媳妇特别喜欢吃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还从老家，然后带了10万呀，然后给还要给小杨找转。为什么让我给你转10万呀？我给下面的兄弟转了5啊。喜欢小杨嫂。多少钱啊？日常价29块有一袋，兄弟们，小龙人，这个想个直播，10000单，19.9，上车！因为是我老家的特产，这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！而且是在，真的是童年的回忆，这个小龙人19.9，它的它是嚼，它可以直接就放到嘴里嚼，奶糖啊，哎，奶味非常浓，对，奶味非常浓、嗯、啊。真的是小时候什么不转了5万吗，兄弟们？美好童年。什么叫差？我说的是5哎，你说10？哦，10。我说的10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说的是5，行不行？我二维码给你。你别扯淡啊！我说的是5。玩什么？我都结束了。愿赌服输。你们玩什么？我说的是5。不是你们玩什么玩结束了？我没看到呀。嗯。走。我不是。哎。声音。兄弟，我说的是5啊，一开始说的10。啊，我说的是5，兄弟们，我没说10。他说了对吧？不可能，我说的是5呀，我说5，我是几，兄弟们，不可能。我说的肯定是5，让小杨上玩10，不是不是不是。来有十五啊，我说的是5，现在是50，啊，50，扯什么呢？我说的10，这新的玩意儿，什么这个东西可以玩啊？新搞伤了，19.9，小龙人120克奶糖，120个小龙人糖，你们一袋一袋120个，我的妈，看看看看，你看。真的非常好吃，这个糖啊，这个糖真的可以买。我的妈，两袋这么多！你真的有的人，你这是我们安，这是安庆我媳妇那边的特色。你没有吃，你没有吃到这个奶糖，你真不知道这个味道。就你一嚼，你就越嚼越想嚼。我们那边发喜糖都会有这个糖。他们那边只要发喜糖啊、四糖就都会有这个糖。发喜糖除了盒子里面。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安庆，我媳妇就给我搞了这个糖。他那个喜糖里面，我们第一个找的就是这个糖。哎，对吧？里面混杂很多糖，但是我们第一个选的，先把这个糖先选出来吃。啊，小朋友都把录屏拿给我看，啊、这个没卖过的拿我看，把录屏拿给我看，啊，找录屏，我一定说的是5，对吧？